他们会把场地还给他，至于我们要去哪里，我们会自己想办法。我们会想办法。对，不会给同年为难就对了。这是他们的，本来就是同年的地方。我只是很遗憾，同年这个企业，他可以做得更好。他可以说希望我们平和的在这里，可是他营业跟不营业都是为了陈云林。 他停止营业，为了陈云林，他怕我们抗议，也恢复营业。那我不让你为难，我们中午我们会自己处理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。